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史不创意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我们，或者点赞收藏哦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，人类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种族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。而人类的发展却危及到了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生存。由于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展，地球上几乎几分钟都有物种在消失。对于黑足雪貂，相信大家基本上没有见过，主要分布于美国的堪萨斯州、奥克拉荷马以及加拿大南部等区域，向来都是穴居和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。黑足雪貂外观精美，看上去十分的可爱，不过因为环境的恶化，这种稀有动物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而开始濒临灭绝。成年雪貂的体长大约为0.5米，尾巴长度为0.15米左右，同时其体重很轻，才差不多1公斤而已。毛色一般都是呈现浅黄色，相对而言其腹部的毛色就显得淡一些，其眼圈、腿、尾尖以及头顶为黑褐色。黑足雪貂属于独行侠，它们从来都不会为自己打洞筑巢，而是直接霸占草原犬鼠遗弃的洞穴。老鼠和地松鼠是黑足雪貂的主要食物来源，其中草原犬鼠是黑足雪貂的最爱，约占黑足雪貂全部食物的90%。由于黑足雪貂的体型细长，所以能深入到草原犬鼠的洞穴中捕捉它们。一旦到了冬天，黑足雪貂就不爱出来走动，有的时候它们躲在窝里7至8天不出来觅食。黑足雪貂也拥有着很强的领地意识，时常因为争夺领土而发生同类之间的搏斗。黑足雪貂被一些人说成是另一种大熊猫。好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我们，更多精彩创意视频关注史不创意。